走访参观调研，也看到边境一线的这个军民啊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幸福生活，离不开这些边境一线的军民啊日夜坚守，付出艰辛的付出，所以我呢也表达一下我的这种真心的感情吧。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捐赠，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一代的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参与到具体的这个社会实践当中来，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社会的给安定有序的发展做出实际的贡献。